月潭武术研习社的社长。醉螳螂是由台湾洪拳大师张克志当年在美国与一位邢广龙师傅武术切磋所传承下来的套路。醉螳螂在醉步醉意醉态之下，结合了螳螂拳的劈砸挑攻勾捋踩挂闪转探拿等特色，形成了此中高强度的套路，适合年轻人打，也适合老人家练习的一个醉螳螂。